吧。1月8日讯，1月7日，亚洲杯小组赛首战国足2-1战胜吉尔吉斯斯坦。金敬岛在第25分钟被替换下场，新浪记者援引消息证实，在第一时间安抚了失落的金敬岛。前方记者透露，金敬岛在换下场时非常失望，尽管张琳芃等球员送上拥抱，但他还是直接返回更衣室。直播镜头也没有捕捉到他与大宝机场的画面，原野则在微博上表示赛后正只从看台上走下来与金敬岛沟通，张琳芃也继续安慰队友。此外，记者于静赛后在球员通道问及金敬岛换人调整时，他表示可能是战术的需要吧，我当时觉得自己发挥还算可以。记者追问是否出现情绪波动，金敬岛露出笑容连声说赢球就好。郑智赛后与每位队友击掌小板凳。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